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反七口》，表演者冯兆阳、杨鹤通。谢谢各位。刚才李云天、史爱东节目好精彩吧？还记得叫啥名吗？对不起，不认识。还费劲，反正兵器鼓，哎，那是兵器鼓，那是刀鼓。刀是不是兵器呀、啊？就背刀。其实还有好多偷工减料都没背完。那我们正常流程下去得扣他两块钱。才扣两块。但是确实这贯口这个节目不好表演。对。您各位今天能坐在这个剧场啊？嗯。看见李云天背一个贯口，我认为这票钱就要值，是不是？因为德云社上百位演员，论到贯口最好的就是李云天，哎，头一份，没有人比他再好。嗯，为什么贯口能这么好？为什么？别的不会。谁告诉你？我这么认为的。因为我这个行业您都了解，当你比不过人家的时候，就要诋毁人家。行业的精髓，我还能再进步，还能再往前进一步。没有前进，那我也进步。就是坐在那前，你不光进步，你还进了四步。确实，人家很辛苦，下去休息一下。嗯，这回又把我们哥俩换到这舞台上，目的一样，逗您开心。我们的目的呢，挣钱。这不要弄，咱实话实说嘛。我跟那些演员不一样，好多演员站在舞台上，我要弘扬民族文化，啊，这个弘扬传统艺术。对，张嘴脆，那你倒不要钱呀？要钱你还弘扬什么呀？对不对？能把您各位逗乐了，我们也挣一点生活费，这就是我的目的。对，当然别看我们都是演员啊，嗯，收入不一样啊，那是。就是你看李云天上来待那么几分钟。他也挣那么多钱，这就是我心里最不平衡的地方。真的，那我们这一波人，像现在最火的小岳吧，哎，岳云鹏，人家挣的就多。那是，我们这些天天驻守小剧场的演员，嗯，没有那么多钱，嗯，别看都在德云社这三个字儿下，我就说好像挺沉重。你不信我说，你让他说。哎，这份沉重一下转移给我。你比较沉重啊。对，你让各位说，你说咱小剧场一月能挣多少钱？像我们这小演员吧，一个月满打满算。说实话，啊，那撒谎下辈子变猪是吧？我等不到下辈子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这咱们别玩笑，肯定说实话。说说说。啊，一个月满打满算，啊，5000块钱。嗯，你一个月啊，小剧场挣5000。对，我怎么才800多？这是按体重分的钱吗？这是敏感话题，不能提。你挣多少钱？800多。对。哎，对，对，800，对呀，800，你那里还有税钱呢。不得好，新收入。我替我不平的。这个少赔点，赔200就得了。他才睡了一个盖儿。不是，咱先不聊别的。我一月挣了5000，交了4000多的税。你告诉我，我睡了4000。那怎么睡？不是这一波，不是这税，交的税。你信吗？我信呐。哎，别退了啊！你还信吗？不行，我感觉有点
看好多人在录像，让咱别丢人。咱后台丢人也就丢了，都咱自己人。当这么多观众，咱别谈这些敏感话题。哎，那好，好吧。嗯。谈钱好像显得德云社的演员都不上档次。聊面。谈的感情怎么样？谈感情好。我这人就爱聊感情。要不还谈钱吧？谈钱。劲没劲，谈感情。当着各位，你说咱哥俩感情好不好？哎，好啊，好好。用句东北话叫铁不铁？铁呀、啊。劲不劲？劲。这么好，这么铁，这么劲。兄弟，每个月你得给我4700。太铁。你那钱怎么睡没的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我是跟你睡没。哇，这叫什么？我疯了！我一个月挣5000，我分你4700了。你说了关系那么好，那么近，那我有困难，你不得拿钱帮助帮助？好，你要说你有困难，咱可以帮助，对吧？嗯、你得告诉我怎么困难。没钱。对。这还不简单吗？你要这么说呢，都困难。我问你，为什么他就没钱？穷啊。是啊，不富裕。都是一眼干净，蹦子没有，就是形容没钱就有这么多词汇，身死其境嘛。我问你为什么没钱，根源在哪儿？我觉得有个原因。哎，那我得说一下，我们家是因为人多。哦，你们家几口人？不瞒大家说，我们家就我一人工作啊，男女老少加在一块儿，一共是七口人。七口。现在谁家是七口人家？宁添一狗不添一口。多一口人多多到挑费的，在北京，我妈现在坐公交车都刷学生卡。我上公交车连卡都不刷。那你怎么上车呀？口气。学相声为了什么呀？这是公交车、地铁、低声部的。不要那以前了，姑娘，我现在地铁就接替性的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的咱不提啊。您这骗人，咱可没有。怎么叫骗人了？你们家情况我还能不了解？您熟悉。你们家跟我们家一样，六口人。嗯。我们家是七口。六口。七口。六口。七口。六口定了。七口准了。抬杠了，干脆这样，相声咱别说了，嗯，算算你们家人口。来，让各位听这话，这么多人等着，相声不说了，算算我们家人口。那谁让你不承认的，对不对？必须算。那必须算呢。现在就算。现在就算。各位谁带电脑了，就有用。千万别给他，以他的人性，拿来你拿不回去。有这么说话？你算六七，还垫的手就算了手，你看。那你这还分得开？算开始压吧。怎么算？一二三四五，转圈为五口，这出来为六口，这出来为七口啊。哦，这个手指头出来就是七口。哎，你算准出来。准出来，准出来，算了啊。你看你等会儿，咱就这么白算吗？你那意思？待会儿算完了，我们家十七口，你往地下一躺，十七口，十七口，我躺地下干什么？耍赖呀！你这样躺地下，谁弄得起来你？别废话，别废话，多少咱得花点赌，你就说怎么办就得了。但你说赌，各位不能真的赌，你说在舞台上赌钱，那肯定不合适，没有违法算账。听话了吧？你是看相声来看出殡来的，你们还听他，能听的太大了。前面是不是有一节目叫出殡？就这点方法你们全学去了。别废话，听我的，咱就五千。拔牙齿。拔牙齿。还要不要把他也算一个？他是刚拔完来的，要不他
你说赌什么？咱呢赌一个月的工资。我才800多。成交。不行你们啊，不行，800按照我这来，5000。那我没有，你这长城多难了。你想办法。那你这样，你先借我5000。我借完你的。赌啊。赌完了呢？赢了给你啊。这了我这钱的是不是？那没有那怎么办？没有你想办法怎么办？想办法。那你这样，给你想个好办法。怎么办呢？让你也能挣点钱。那好啊，我这人爱理财啊。我从你那儿贷款。你就那个小孩子都嘲笑你，5000块钱，你是不是刚才用了一个金融名词？贷款，你们家管5000叫贷款。那你告诉我，一月挣800，那是不是5000就算贷款了？好，高利贷。对不对？我挣点。你别考虑那贷多少，对不对？你不想你贷时间越长，你不挣得越长吗？那利息越高啊，对不对？贷70年。贷70年。5000块钱贷70年，你这一个月才还多少钱？你有毛病。你算什么一个月还多少钱？那不算什么。你算你能不能再活70年？这方法那就只能有一个方法了。怎么办呢？把我工资的时候你去领，对不对？领够了你拿走，多的你跟我拿回来。哎，这事儿办，行吧？那就这么办吧。来，算了啊，算了。头一口你爸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还有话没交代清楚。5000块钱可是5000块钱，任何物质上的东西都不要。我不能说5000块钱给我换成瓜子儿，我拿不完。你包括这钱，你说你充到公交卡里也不行，用不上。对对对对，我这卡不像我，就是5000块钱，物质上除了充卡里，这都肯定是钱，5000块钱，好不好？来，算了啊，接着算。头一口你爸爸。哎，你等我加上。我还有话跟交代清楚，怎么着？5000块钱可是5000块钱，我得要整的。哦，一张不是一张，不是一张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他的流通的货币是大的。为什么要整的？零钱不行。5000块钱你给我换成钢镚儿，我揣兜里头，钱没拿回家，把裤子再丢了。您放心，5000块钱钢镚我也给您拿不来，拿我当存钱罐儿了。这朵毛是不是那投钱那口？废话。对了啊，整的100块钱一张的，哎，一共是500张，没问题。100块钱一张，5000怎么能是500张呢？啊！我算错了，我算错了，50一张的500张，那差不多。哎呀，不对，25一张，有的票17块，咱就拿一13块50，咱就要100，12块50，100一张好算，11块5可以了吧？一口价10块5毛一张，就100一张的。我数够了，给你。来，算了啊，头一口你爸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这是电门的。我还有话没交代清楚。哦，您说吧。5000块钱可是5000块钱，我得要新的。哦，有钱好。新钱？为什么新钱？残币破币我不要。回头你拿这钱，每张钱都缺7个角。那缺的是七个。您放心啊，有毛病给您换，还不行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算了啊，没了，还算了，还算，这不找便宜吗？我一算他答应，一算他答应，我再算他还得答应，不信他。哎，算了啊，快点，头一口，哎。
算的。算你老 AA 怎么占便宜呢？不是，不是这个，他这个行业习惯都顺口搭个音儿。你甭顺口搭音儿，我再算你要再搭音儿，歇死你！你要歇死我，我们家十六。就这类片儿，他话多极了，我说。你指这赢钱不行，你打会地主，我们家家破人亡了。算了啊，户口本都交户了。我答应，算了啊。头一头，你爸爸答应。哎。我没答应吧？他也怕挨揍。我把这个给验了。哎，有验爸爸的。哎，我这怎么意思？打一盆出来了。咱不算了，兄弟，不算了。别不算，人都等着结果。废话，你老答应有意思吗？哎，这个人，各位，一点点的事情他就斤斤计较。本来就是嘛。你要怕我占你便宜，但是我给你想个办法。怎么办呢？你从第二口开始算，头一口隔出去，这可以吗？哎，这是个办法。算了啊，头一口隔过去，你妈，你有一个，你有一个哥哥，你嫂子，你媳妇儿，各位都往这儿看啊，注意力集中一点，七口人吧，嗯，拿钱，不是六口，七口，六口，七口，说多清楚，这出来是六口，这出来才七口。就出来了，去，愣往出泼，是不是？别废话，你咱也不对，不对，咱就不对，你不对，你有问题。各位，您都被他蒙骗了，他手有毛病，就找我手了，这手能有毛病？让各位看，这是个好手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别动，你别好了，你看这手，哎，有毛病，对吧？毛病，六指儿。我活了快36年了，我刚发现我自己六指。哎，今儿为了你，我撅你一个去。你怎么不撅那头呢？那是我搭。那也有问题。别废话，你不对不对，有问题。咱俩算谁家人？算你们家人呢？算我们家人，凭什么拿你手算？你的意思呢？我们家人也拿我手算。拿你手算也是六口。我算他就七口，你算吧，来。他算我也答应。算了，咱算吧。头一口，他们老两口子。哎，来，你这不对，头一口他们老两口子，你没算爸。哎，赖我嘴欠。老两口子关系好一块算。头一口他们老两口子，我妈我哥我嫂子我媳妇七口人。大姐，不是不是，你再来一下。我们来你看一下，我们没出来了，没看你再来一下。这人事真多，看好了啊。头一口他们老两口子，我妈我哥我嫂子我媳妇七口人。不是你等等我琢磨琢磨。别琢磨了，我得琢磨琢磨。着急下班快走。都这么算，到他这改七口了。呀，头一口，他们老两口子，他妈、他哥、他嫂子、他媳，他们老两口子，他妈、他们老两口子，他妈，我没打他妈是吧？你给500块钱，咱别算了，行吗？50，5毛行了吧？显得你妈太贱了。差不多就行，别不是，你再来一遍，我来两遍，再来一遍没钱，还来，行，看好了，哎，头一口，他们老两口子，我妈，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妈跑得够快的。差点没逮着他们呢！头一口他们老两口，这里有你妈，要出去你妈，甭问你俩妈，你爸爸猫二奶呀？嗯，哎，他提醒我了，我还真有俩妈，你凭什么俩妈？凭什么不能有俩妈呀？这
废话，谁家俩妈呀？干妈。干妈？干妈不能算。凭什么？废话，谁家户口本呢？打开了，你妈那篇，与户主关系，配偶，你干妈呢？干配偶。干配偶。你的意思干妈不算就不能算，干妈不算我们家也是七口，干妈不算你们家就六口，再来你算吧，算好了，这算头一口胖子两口子，你干妈再出来我跟他结婚。我不算我干妈，我算我哥哥行不行？啊，那行，我哥哥，我嫂子，我媳妇。哎，变魔术。我你再几遍了？最后一遍没钱。四遍。最后一遍没钱。最后一遍。对。最后一遍给钱。对。头一口，他们老两口子，我哥、我嫂子、我媳妇儿回去。你媳妇儿，我说你还没回来呢，你媳妇儿就出去了。两口不见面儿。合算是你爸爸在家帮二奶，你媳妇在外边浪，这恐怕才是你困难的根源吧？我觉得。哎，拿钱，别的，拿钱。不是我出门时候我数了一遍，是四口。我就少。他们家还得现点数，圈养。我们家转圈了。跑了一个，原因在你这儿，不能。你少算我们家这口人，我少算你们家谁了？你算我儿子了吗？我，你算我儿子了吗？你自己琢磨琢磨。你说我怎么没算他儿子呀？他真有个儿子，你我上礼拜三，对，还不到，对，才六天吗？你到明天为止，他儿子头七，出生就是早产，就这么大点吧，多大小算口人，算人口，你输的钱咱不在乎啊。这后台一嚷嚷，杨可通六七算不过来，我活了活不了。您不了解，我们这后台没有好人，整个后台要都踩过我可受不了，不行，我得找回来。哎，我给他来红口白牙，死不认账。他不是我没算，我就说我算了，他拿我没辙，不信骗子。你兜里就没有五千块钱？翻我兜去。废话，赢了我得拿钱呢，那这钱能在上衣兜里搁，那在裤子兜里搁。我翻错了，这有的是钱啊，差不了你的。咱先说事儿，没有事儿的。谁说的？拿钱呢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你没算我儿子。我算你儿子吗？咱别嬉皮笑脸好不好？一时间接受不了。你要算我儿子的，我得问清楚了。你什么时候算的我儿子？我刚才算的你儿子。你在哪儿算的我儿子？我在这儿算的你儿子呀。你算我儿子，谁瞧见了？我算你儿子，大伙儿都瞧见了，对不对，各位？要这么说咱就不太大。哎，你要算我儿子，我们家是七口。你要不算我儿子，我们家是六口。你再等会儿，哎，我替你高兴一会儿。怎么样，我说他拿我没辙吧？我算他儿子他们家七口，我不算他儿子他们家就是六口。你们都是什么人性？就看着我在这吃亏是吧？不行，你们取笑我是不是？我那让你们笑话，我得找他回来。我给他来一照方抓药，一会儿我过去跟他哭，他得问你哭什么？我就说我们家困难，他得问你们家怎么困难？我就说我们家人口多，他得问你们家几口人？明明我们家六口，我就告诉他八口，他准不信，他准不
天就得给我算，算到第六口正合适，等到第七口，我说你还没算我儿子呢，这我就超过来了。等算到第八口，我说你还没算我孙子，不光超过来，我还长他一辈，就这么办了。希望大家常来，能让你开心快乐就好。对。
但是我多嘱咐各位一句，别太跟我们这个意思去较真儿。哦，就怕有些观众现场可能听完没有多大反应，嗯，回到家洗完澡躺在床上开始开始胡琢磨，哎呦，他算他儿子，你告我谁呀？这是这么盼望我算你儿子吗？不是，这想啊，各位就听着开心快乐就好。哎，是这种节目，我们专业的是一个伦理根，对，会有一些占便宜，但不要想象所有的节目都是这个样子，也不是所有演员都能占便宜。哎，嗯、这占便宜也是我们这个相声行业当中的基本功。所以让我们要去练怎么占便宜，怎么不被占便宜。哎，这种基本功。他只有我们这些逗哏演员才有资格去练。那儿的人，你给他便宜，他就服。你给一个试试。各位同意给的吗？是。给。你们变得好快呀。那行。也在这舞台上给你个便宜，让观众也知道咱们演员是公平。那就是对了。现在好比咱俩就不是不是哥们儿关系了。那咱们父子。好。咱俩是父子，主动权交给你，让你说谁爹谁儿子。那肯定我爹你儿子呀。有点出乎意料，不是我的。不，我说我改一下，咱俩改一下吧。你跟着改的这个，应该是你儿子我爹。哎，恭喜恭喜啊！我再改，不，应该是我儿子你爹，确定了？确定了？不改了，不改了。你是儿子，我是爹。哎。好，本场演出到此结束，咱们明天再见。